真正倒安尼，这石敢当，甲头拄我头壳内底画面一模一样呢。你嘛看得到这画面？那可怜。你讲甲你头壳内底画面同款，那安尼啊？别当的，咱拢知蒋家是溃崖后代，这是唔难讲，像这是真正做菜者。啊，不过昨暗蒋家，因敬拜的溃崖边有一个盘，啊，内面的五帝钱常常去变化，变成金公主。有这款代志？那会安尼啊？对，我会回去。帮你摸地钱，所以咱即马拢知影，将军，这是真正戴天明爱占了独木的这财产。当年我用尽心思，甲蒋家联盟，煞独独甲蒋叔清闹到去啊！今日竟然出现这财产。就是后生将军，王金姐，啊，你奶奶，我这爷姐哦，就平安回啦。都好，你来拜拜哦。你在看什么？目叫江道成的两条分皮腹心过，我看你嘛是敏感的体质，这款物件你也是莫去目着较好啦。好，安尼唔通，吴英姐，再等下我来处理就好啊。来来来来来，等时机内底吼，再佫讲吼。没事啦，啊是讲顶面那搭遐济有啊，哦，这哦用看的就好啊啦，这鸭啊吼拍袂开啦，无将军啊，你去互伊看卖。哇，这鸭啊上强哩，真狂的哦，那拍袂开啊，阿公，这到底是第啥啊？你内底啊，藏的就是恶灵昭彰、充满罪孽的恶气。当当年哦，阮想要处理掉啦，你吃无将了，等你去火炉内底去烧，结果竟然啊，拢烧袂掉呢。最后哦，只好将伊啊藏入去鸭内底，用瓦。但老爷也有煮西仔花哦，将伊封印起来。老公，所以这顶头有恁三个迄手印哦。因为煮西仔有讲啊，讲我也有但老爷吼、哦、是地方的头人，啊，常常咧。甲庄仔来的人啊，斗三工做好代志啊，所以啊，本身带有这个正气，真适合啦，来奉迎这个阿爸。所以啊，这个阿爸不管什么人啊，拢拍袂开啦。有种代志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多谢你报我知呢。其实要破这个封印，嘛不是介困难啦。只要用你的血，甲另外两个人后代血，就会当拍开啊！因为啊，这个物件非常的危险，所以啊，我甲迄个陈老爷啊，拢无这插这代志啦，啊，拢交迄个主事啊去处理啦。哦，哎，想袂到啊！
我到现在竟然还可以看到这个阿爸，也不过啊，我心里啊有一个很不安的感觉。我之前是捌听地当你讲过洪运乌贼这个代志啦，啊，不过若不是因为这边地当就感动倒去啊，啊，蜜蜂甲我通知，我嘛唔知啊。后来阮爸是甲这乌贼藏伫遮，那有关这乌贼，我嘛唔是真了解，所以我才会招你做伙来，看要安怎处理较好，咱小参详者。把你请起来，啊，即摆就是应该出现的时机吼。不可能。也唔过这物件一定要好好甲保护，那无啊，去让迄个心思无正的人摕到啊，我看是出大代志哦。也唔过即摆嘛，不可能我该控制不起啊，无连算讲啥人保管啊。地大，刚恭喜你！哇，哎，不可能啦！对这款哦风水发衰的代志哦，我就知影坏的，唔知影对的。哎，李平啊，我看这应该是要交给你啊。我，你看啦，你哦是主赛的团员，你叫。一个交代，这个阿爸那出现的时阵啊，都要先通知你，所以啊，就表示啊，这重大的责任就应该是你来担，啊，不会撤销，对吧？哎，嘛是啦，我爸把这尔重要物件交给我，我嘛袂当提示。对啦，阿舅讲到将军是制裁者，兼过一个梓潼要结婚了呢，安尼敢会有影响？身为制裁者，必须爱着军情前。进前金光处我未出现进前，个人要变啥顾虑？啊，不过既然出现啊，就必须爱重视这禁忌。所以将军。你跟梓潼的婚期必须要延后。哦，诶，安尼是要延后多久哈？这真歹讲，可能是一两冬，嘛有可能是十几年，甚至几啊十冬。啊，不过我有意，我都要确定的是，一定要等到这后患除掉啊，这才叫任务结束啊。安尼将军才有可能过一般人的生活。哦，不怪哦，不怪你拄则讲哦，将军还是叫你阿姨好啊啦。哼。哎，安尼对将军上过无公平啊啦！伊是王家甲蒋家的哥仔呢，假使讲伊无法度成家立业，安尼蒋家甲王家唔就绝后啊！伊还阁遐尼少年，从今以后就必须要立军清正，清心寡欲，甲梓潼袂通阁斗阵啊！你想过怎忍啊？袂啦，比起个人，众生的代志较重要。将军，哦，你即马讲啊吼？就自卑就大爱呢？兼国，我问你哦，你敢有考虑过梓潼？你嘛不是唔知啊，梓潼过去的感情都偌尔坎坷，伊即马就无简单拄到一个会当托付终身的人，竟然为着这种大事爱拍碎伊的梦。你讲嘛？啊，你是要安那向梓潼交代？我搁咧想要安怎甲伊讲啊？要讲啥？啊！我叫伊等你几十年，等到伊这朵花拢蔫去啊！我真清楚了，不管我怎做，对梓潼拢是伤害。
要唔过我真努力，想要找一个对大家拢好的处理方式，所以我拜托你，给我淡薄仔时间想看卖好无？是要想啥啦？想想济啊啦！但是孝顺这物件，敢若刚道成啊？伊即马倒咧病，我看伊这个办事啊，要真心足平安啦，所以根本无虾米危险嘛。这真歹讲。这江道生啊，一世人安尼想空想胖，想要摕到一本乌册，就算讲啊，伊已经啊，入去大学啦，哦，伊若摕一本乌册啊，去甲啥？迄无定着伊阁跳起来咧，对无？我再讲啊，伊之前啊，毋是有专心到另外一个人身上，嘿，无定着啊。伊会过来一届咧，就算讲啊，伊以后啊，不管倒一天啊，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徛伫咱的面头前，嘿，我嘛袂感觉意外。呵呵，不过伊转身叫，唔是拢互大家破坏去啊？哎，小心哦，无血本啦。总共一句啊，这个金刚杵。也阁有这个乌车，伫咧这个时阵出现，我相信绝对有伊的原因啦。虽然讲啊，我嘛真唔甘将军甲自同啦，也唔过大家还是较细腻较好啦，哦。将军，你嘛卖怪阿姨甲恁阿公对你伤绝情啊，毕竟。你有带天命，就爱认命，因为这是天的旨意，谁拢无法度违背。所以，将军啊，你唔但爱想好清楚，嘛一定爱有牺牲家己，保护众生的心理准备。